下一把兄弟滴滴，在车翻滚的时候，肖天鹏他在想什么呢？他在想他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双手离开键盘了，等会儿再找拖腮板，终于给他找到了啊，兄弟们走啊，这个时候烂人成了牺牲品。是的，你说你找一个拖腮板跟打死我肖天鹏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还外加一个医疗箱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搞我啊。啊，同样的路线 DS 又来了，我一下上一把是 AK， 所以这个枪就厉害多了。对，这一把是762。哎呀 ，DSS 不信邪，怎么有老哥一直搁这卡呀？还玩不玩？就这个打法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跟他的思路和天霸是很相似的。对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燃烧瓶的效果真的很一般。嗯，最多就拖了几秒钟，因为第一时间人家没进攻啊，面一万个人架自己啊。嗯，要说谢谢了。好，这个圈是一个右上角的顶角切 ，Pero 吃到了一个圈的正中心，有两个人，有两个人防御了，直接下车反抛。你掏的是 mini， 一打一，这边反杀成功了 ，Forever， 这就是 4AM 先攻突击手的力量。没有威胁，看这一波 4AM 的一个处理，跳跳之后对面全部打到了高地上，这是叉叉路，叉叉了五枪。我一瞬间把这个防区给抢下来了，这是2004完全守不住呀，这没招啊。是的，哦，一瞬之间没了。2004这个、这个就让你有明显防守强侧的时候呢，你有就是侧重点啊。还有一个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啊，训练起来的难度不是很大，就是你的协同能力。对，你的协同能力，那个就是不是短期内可以。如果说这个圈。Pero 他都不在圈内，那就没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是呀，王老菊的出枪，哇，这个位置不在圈呀，下个位置打哪里呢？先清掉 YLG 前面的两名选手，有没有可能再往东边去绕呢？没有协同雷啊，先给一颗再说。这个雷，哇，一雷三下，锤击一。林树震怒，明明是我先扔的，要失血啊，这是真的没办法，车要炸了。最后小鹿是将小九给淘汰。好，全是往右上角刷，跟我们预测是差不多的啊。就说林树菜，崔七要数据好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雷是不是林树帮崔七要刷的？是。然后崔七要倒了，林树还帮他擦屁股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树先生勤勤恳恳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感受是不是？元年。给给枪线，但是都是中间隔了这样的一座山啊。换分模式。嗯。刚第一时间明明如果走那条马路的话，可能这一波想要对换成就没机会。一v一的 pick。没问题。后面的补枪稍微有点慢，上来之后反打直接敲枪头，再过来 pick， 双方的血差不多。真狠。换神的这个 pick 跟今天林树在第一把的 pick 同样的地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哎，刚刚给林树抬一手，这手又黑他一口啊。这该说的还是要说，是吧？那波桥头 pick 确实有点要被反杀了，那波有点辣了，有点辣了。自己的视野，李构斯拉的位置稍微有点危险，他想打一个过点，周平被李构斯发现，打完就收。哦，但是另外一个车撞过来 ，KRG 撞过来了 ，KRG 直接把红砖偷家是偷的非常的精髓啊！一瞬间十七家没了，有点腹背受敌了。这个时候十七只能收一下，只能往烂尾楼收一下了，很危险。啊 ，KRG 这个真是眼明手快的。KRG 在打这种战斗啊，他其实找机会其实是非常强的。你记得上一次我们俩解说的时候说的那个机场 Pyro 去清 DSS 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把那个 Pyro 的家给偷的那一波嘛。哎，你别说，他这个观察能力是真的挺强，挺好的啊。主要是他还动得比较快。破啊，用载具能当一些掩体，还能再待一下。对，能待，但是会必须要待的隐忍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一波只能是隐忍了。赶快给烟混一混，车等会儿多数要炸。这个时候 Pero 没什么事儿干，肯定要全力把你车打炸，因为你现在这个位置对 Pero 的威胁是别直接要天霸的位置吗？啊，他要不会去撞飘柔吧？他来了啊、哦！反斜，这个位置要吃雷的。第一时间来了，四个人全是雷，全是雷，四个人全是雷，雷阵雨开始。Forever 那边直接被补掉，嘣，一颗雷 AZ 直接。三个淘汰拿到手，是的，就感觉
像是白胡子来了啊、嗯，阵阵果实，反攻，石田这边直接反攻，啊、这主要楼顶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萨萨把李公子给放倒了，这个这时机好难受啊，这怎么攻啊？哦呦，好死哥的一把幺八九七，啊，门框战神，最后。KRG 是带走了十七战队，不过这一波战斗的话也是直接吸引了旁边的天路，天路现在可以去外面反卡 KRG 了，十七结果连排名分都没拿着、嗯、真是个悲剧。另外一侧 New Happy 从山上一跃而下攻，匆匆的一颗雷啊，菠菜被炸到了。哦 4M 这个时候趁机也过了马路，哇 KRG 直哪打哪，又把天路给干了，可以啊 KRG。 小轩啊拿了一把六把六，将骄阳给连喷了很多，天路没了，天路被 KRG 给打了，天来以后无敌，是的，战撸 UIB 抢房的，先放到一个 Lucky 王骚骚，感觉他抢下来了呀，啊 New Happy 啊，我感觉 New Happy 抢下来了，是的，因为前面在那个双层楼的话 CTG 在扶人嘛，那边派了两个人过去，是的，好，但是这个过点其实还是蛮难出的，如果没有载具了，这挺难打的了。天霸啊，过来！哎，他这个地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。KRG 出这房子是真的是没有地方了，战无可战了。所有的投掷物刚才已经在两波攻楼里面用完了，没办法了。但对于 KRG 来讲，已经是值回票价了。这把他从一个几乎不可能进圈的位置打到这里，还拿到了这么多淘汰跟排名分，锁定了位置。但是先扶一手自己的队友吧。七七不断的在丁坡下面的 Paro 战队，给了一颗白，再给一颗疯狂的敬礼，不准动！哎 ，Paro 来了 ，Paro 能不能瞬间解救一下 KRG？ 哎，有机会哎！马云龙直接将卡自己的七七给放倒，那这边一放的话，林叔第一时间得要去补防。是的，哇、哦，牛 A B 这边是顺手把，顺手攻楼的时候把 4M 跟 CDG 一起都放倒了。是的。New Happy 是真猛，从那个山下都能打下来。哇，这个 New Happy 只要他想还是能做到的。林叔和崔七一直接选择往沟下面去反打，这个战场交给你们吧。佩柔现在主动拉到圈外。是的。听到了脚步跳起来直接吃一枪头。林叔这个位置反打。最后一枪为了打爆对方的眼镜儿。眼镜攻略成功，哦，漂亮，那这样的话还能扶，没有问题。Pyro 现在可以完全趁着 New Happy 和 CDG 这边尬着的时候，他拉位置。你看他是真的要过，哎呦，你就打下来了，兄弟，你是真不讲道理。赶紧换枪，喷子现在已经没有，这一波是被架得死死的了。哎，先打一个男的，马云龙。老马，把我一大 A 炮拿出来！我来一毒瘾，别翻车啊，老马，这送一分有点不值当。哎呀，刚说完就直接被放倒，这个位置能会被补吗？好像角度还好，补不了。圈来了，不给。